非常非常的牛。乡亲们拜托哈，谢谢啊。今日清晨，警察局局长就跟我报告这件枪击案。那第一时间，我们警方已经掌握特定的这个人车，那就正全力的缉凶。那我指示警察局局长务必在最短的时间能够破案，然后逮捕凶嫌到案那也请警察局局长在第一时间赶快收敛，在他时间的时候应该现在自杀到干净。这个状况我们都有全程的一个掌握，然后我想这个也掌握了这个特定的人车对象，正确的集中到，谢谢。